所以昨夜潜入我们卧房的是衙门里的人。我朝的官靴和普通的靴子不一样，脚底都会有一个特殊的回字形图案，这品阶越往上，图案就越精美复杂。可有丢什么东西？这倒没有，不过万民伞好像被人动过。这帮衣冠禽兽，在我睡觉的地方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。 若是被我抓住，定用我的切骨刀将他们大卸八块，剥皮血肉。县衙代表着上庸县的门面，可不能这么脏啊！好好打扫一番。是大人。啊，是，陶大人。